着你和他在约会，笑得好像花儿一样美，一定是我做的还不够完美，才会让你自由自在飞。笑笑哥，谢谢。但是高音的地方还是不带那个啥的。不管你爱他比较多，还是他爱你比较多，爱或被爱，其实都是一种喜悦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南六王哥。慢慢恢复就好了。我这有的高音地方我还不敢使劲唱。大王叫我来寻，谢谢谢谢谢谢南陵王哥，谢谢笑笑。时刻是啥意思啊？哦，加成的。谢谢飞博哥哥，谢谢谢谢。有宝宝说你重视一下你这个，你重视一下你的排行啊啥的，这个礼物排行，这个什么心动礼物啊，还有值那个值那个值的，我可不是呢。我昨天我都想好好的，我要冲第一啥的，我一寻思我还低调点吧。就是咱们有可以的话，可以那个就魅力值啥刷一个就行了啊，刷一个就行了，我低调一点。啥时候还脸面不脸面？地摸我啥也不说，真的，地摸我都啥也不说。其实我没啥事儿，但是还小心一点嘛，还是这个
不要插尖儿，不要插尖儿，我们啥时候高调过？再低调中再低调一点。我就觉得以后咱自己就自己家人就玩自己家人的，就是以后能不张扬就不张扬，就越低调越好啊。其实也不是特别好，就是当太大的什么什么。就以后就当个妹妹啥的吧，挺知足的了。这就应酬我下了啊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飞宝哥哥。嗯呐，没存在感了，谁呀？关键还有儿，这句话我可看见了。你说好听的吧，我这人就怪；说好听的吧，可能我还没那啥；你说不好听的吧，我一下我就看见了。谢蓝天哥哥、青阳哥哥，谢谢不语哥哥、姑姑，还有蓝天哥，谢媳妇治水哥。眼睛可尖了，可不咋的。但是我不揣家，起码我也要做出一个榜样嘛，对不对？曲线是不是也高点的？可以把榜样往高了瞅，往高了放，推荐是不是让他们看看我们这平台的主播多么的他正式嘛，对不对？不跟你解释。谢谢青阳哥哥，谢谢。漂洋过海来看你，这个歌我不太会唱，这个歌因为这个歌这个我跟不上，主要来个这个歌吧，来给你们都唱唱老歌，比较经典的。哎呀，谢谢坤娘哥哥。诉说。
哥哥，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宝宝们，名字叫窗外。谢谢大家，还有黑夜哥，还有兔云兔哥哥，还有这个这啥歌，现在我不知道这歌，我都不唱了，不明白的也不唱了。谢谢那个孟江南哥，还有江南塞北哥、白梨哥，还有灵兔雨夜随意哥哥，谢谢黑夜哥哥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这有我就白银断了，我啥玩意白银断了，是气球还是六五八七？谢谢云知道哥，还有每月四块哥哥，谢谢哥哥们的礼物。啊啊，周星，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再播一会儿我也那个啥了，我就播一会儿我播一会儿我也就下直播了，跟大家聊会儿天儿。我屋子还没收拾完呢，我还得接着收拾俩屋子呢。我刚把那个树，这个树你没看还没扔好呢，我就着急开直播嘛，这刚弄回来的东西，还有俩小狗，是不是挺漂亮的？还有东西福袋啊什么的，我这直播间还没弄全呢。嗯，一会儿再给你陪你们一会儿。太晚了，明天接着弄吧，没事。嗯，这有事儿，确实也挺晚了。嗯、还以为我刚下，还以为九点来钟呢。都回去直播吧，这是不是还没直播呢？灵儿啊，还有大家二丫，回去直播吧，去吧去吧，我跟他们聊会儿天，我也下了，去吧。完了，那个大家可以去对这个我徒弟直播呀啥的，大家可以多多捧捧场，关注关注，谢谢谢谢。唱歌也是非常好听的，大家二丫还有桃子。啊，还有那谁，那个灵儿、桃子、大丫丫啊，大家把那个关注啥的也点一点啊，谢谢谢谢，都不错，唱歌都非常好听的，大丫、二丫、姑姑、灵儿什么的啊，点点关注，右键就能点了，手机用户也是点着他名字就能点了，在这地方。师傅，你抢吗？抢啥呀？你说这个礼物吗？不抢了，你们抢吧。我太大了人物，我这哎呀，我低调点吧。你们可以抢，我就不抢了。谢谢灵儿，谢谢谢谢、啊、我爱上了离婚的女人，我爱上了离婚的她。这也不唱了，这个不好，爱上正经姑娘吗？还是谢谢灵儿，谢谢姐，别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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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啥事儿，你别耍了别耍了啊、嗯！师傅，我们唱也要注意吗？你们没事儿，主要他们瞄着我们大头的，反正不会瞄着我的。我是一个唱歌，我平时本身我也没有那啥。不是啊，主要是我是猴啊，我也嘚瑟。不管我啥事儿，那我也嘚瑟嘛，这不。师傅这话的话，其实真是，你们要换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换这一步到位得了。不行呀，你们家急，不是这话不能说。就是他们赞助你就够了，你就好了。因为啥？因为这个也毕竟是我这么想的哈。差点说那个字儿没说出来，急。啊、对哈、啊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买得买一对儿。是挺贵哈、啊。
谢谢桃子，谢谢谢谢，么么哒。那也不行，万一你有说闲话，那是不是咱们也得好好的？就是没啥事儿，咱也要做出个榜样嘛，是不是？没毛病，正能量，是不是？是这个 YY 平台要夸我的话，是不是要夸主播的话，是不是得第一批夸的必须是我呀？是不是？我多好啊！对不对？这是的，去不去吧？快直播去吧，去吧！你们家粉丝都等着急了，今天我都延后了，你们也就是推迟直播了。都不好意思的，我先开一会儿得了，我快九点了，我开快俩小时了不？上海滩练的咋样了？那个还练着呢，那个嗓子不舒服吗？还练着呢，哥，不给你走。哎，对了，桃儿，你开不开直播？不开直播来呀，我还没吃饭呢，咱俩一起吃啊，一起胖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我要吃了，你没吃，你说你少胖一斤肉多不好。压岁钱，你说你都拜年了，能不给你吗？是不是兄弟们？这2019年呢，这着什么急？说到做到，2019年必须给你发红包，大大的。师傅，桃子是明年的，对他拜的年都是明年的，是不是？他拜的年都2019年的，不能，不这个红包说什么都不能给。我们几年给？你那个今年就给他，那个得来年的。桃子什么时候开的守护？桃子什么时候什么开守护？啥意思？不知道啊。啥玩意？你给我问尴尬了，这一天的。我关直播了，给我问你尴尬了，你这一天的。魅力值刷玫瑰花长魅力值，对对对，刷那玫瑰花是长魅力值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走的时候我要开过王，不。我不相信你了。